还好吧？哎、欸，小鱼，有每日任务了哎、欸，你有事情做了。阿静开麦了吧？阿静，我会讲。阿静，阿静，阿静，等一下。啊、交代的地区啊，我知道啊。不是重点是，重点是为什么虎年会出兔子的桌布啊？而且可以改兔子手吗？刚还在跟泡芙干。全员坏掉？为什么？吓坏？吓坏？吓坏什么？小鱼有打字吗？好诶、欸。好啦，先开。哦哦哦，然后这个是刚刚买 skin 的画面。腿控、足控都一次享受，哎，天哪！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踩我了。啊、哦，这个脚！哦，哎、欸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哎、欸，再眨一次眼。哎呀，我、哦、好截图了，我看，我真的不会拍照哎，互动，哦，你会丢钱呢？想被踩，想被他踩。这是回忆机吗？是。神の力が宿りしアイテムをくれないと、わらわが。どんなアイテムかじゃと、それはもちろん月調節、月分月分。哦，还有分移位的特效哦。月の光を十分に吸収して輝く宝石のことじゃ。なんじよ、早く取ってくるのじゃ。哇，会咬哦。是吧？是修罗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刚你那只是什么？再用一次，再用一次，再用一次。你还没抽到，可以先买起来。刚刚再换一次，这是哪一个雅里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？哦，真的是哦，啊，那时候没有买到是不是？好吧，就是好赞哦。
好，你可以换回来了。我没结婚，我没有啊。是啊，我就说了嘛，我喜欢的角色通通都是喜欢宝石，好吗？我喜欢蛋白石什么鬼的，所以我结不了婚啊。新的贴图啊！结婚哦，阿靖很难抢哦，你加油！跟在这无情开台。我想说，他说更新到三点啊，我就想说三点后再开啊。啊，结果已经更新了，就来玩啊。你暗中就好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干你！你也可以讲了哦。好啊。来啊，看阿飞有没有办法抢进来。啊，要不要抽桌布嘞？推荐你新的荔枝棒，有点香，可是它是猫哎、欸，猫我还好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在想说要不要抽兔子啊？更新好啦，就是看到什么突然发现啊，怎么兔窝有标记，然后看到，然后就是说什么反新哎、欸，教主可以抽了，可以买了，更新好了，哪次不抽？很穷哎、欸。猫咪那么可爱，还好哎。我做人还是有原则的，好吗？我不是谁都可以的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人。老虎不是猫吗？奇怪。我有看到啊，你想要新角色就抽到灰夜姬，还有人要灰夜姬抽到新角色，没有阿靖一定会先买的啦，你们不要刺激他，他一定会先买。啊，灰夜姬的那个什么圣诞道造型已经先买好了。阿加贝两只都抽了五只轮椅，难受了。不是那个轮椅，我记得优奈那时候也是抽到，不是吗？你们不是轮流抽？就说你要用爱的力量让它起来啊！结婚后它就起来了，感受到你的爱啊、哦，来了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吉安安。あ。リエジ。カン。カン。怎么现在跳语音出来？
有嘎奈哟。ダブルリーチ。买衣服啦。那时候在看阿靖还有优奈在抽的过程，我那时候笑得很开心。主要是他们在闲，但是在闲的过程中，想说那只还是有人喜爱的啊，只是他们更爱的是另外一只角色，所以没办法。什么三皇蛋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干，不是欸，不是欸，不是欸，我感觉刚刚可以三暗刻，啊死了。阿石抽三角色，那人家的命啊，有什么办法？我已经很尽量不要玩氪金游戏了。所以手游那些都尽量不要玩，制裁他，要不看一下我要被制裁了。我们一起等阿尔，我还担心我的阿尔宙斯会比较慢来、欸。就是没办法准时到，我现在是担心这一点呢、啊。你只好来台中了，去台中干嘛？疫情你还要出门？你的片一定准时到。不是这个，我的片要问一下我干爹，我的管理员，他帮我买的。还会开启12点后取货，什么意思？那应该可以吧？唔呆呢。トイトイドラ。哦，是不是可以？嘎嘎，给我好一点哦。懒。啊，你最懒。给个小鸟会怎样？不是，给只小鸟会怎样？或许可以考虑线上版，没有，我是想要它的特点，它有那个狐狸面具你没鸟啊？哎呦，我不信，我看看。
三四五。家家无辜，没有，他很喜欢被嘴，他很奇怪，他是个奇怪的孩子。你看他的三倍溢满，大四喜跟发财自己色，跟我的，你看也是大四喜发财。他很喜欢学我，米娅安安，米娅快买，快！对啊，出了出了出了，来买啊，买了啦。你两套都想要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完了，三张了。哦，不是哎、欸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你是要给我做梦啊？谢谢你。这个放水，你等一下可以再玩一局。哇，火鼠，你对我太好了吧？你是不是留很久？就是等一万给我。等一下火鼠，你留下来再玩一局。啊，我知道火鼠说他是想要上精华。火鼠，我会帮你剪出来的。哇，第一次做到，真的好开心，谢谢火鼠。对啊，也成就。要不要告诉他事实？所以不是吗？我误会了吗？来，请告诉我。嗯，来，请告诉我事实。怎么了？你是真的不要，还是要送我的？送你的，不然呢？啊，其他人怎么说要告诉他事实？什么意思？我原本在做梦想啊，就是送你的事实而已啊，就这样啊，让你做梦而已啊。那信怎么会打那句话？就是这个事实啊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。没有，我知道他送我啊。我想说是还是他不要。他要果啊。哦，他要果。果啊。他要果啊。哦，那你刚插什么？九条。对不起哦。感觉可以九连，对吧？双力三克。我刚其实没有注意看，好像真的可以。没跳。Boom。对呢，我刚怎么冲动了？什么？你的大三元？
啊，我还我就是说我会在看 DC， 你们在那边。哇，今年梦到了十三面单骑，哎、欸，去年是十三面，今年是单骑。然后啊，等一下啦，你怎么可以的和我们的兔兔好伙伴？看一下，自己射五次，三颗一次，十三颗单骑。三面，哦，这要结束我才看得到。我四杠子很难呢，这个就算了啦，这个已经在我眼前出现过五次了，一次在龟龟，三次在开台，然后一次在跟菜渣他们玩，十六次国四，没有啊，就这模式啊，我知道你们。我知道阿靖你们很不喜欢玩这模式啊，但这模式就是跟他们在玩做梦，做梦用的，做梦用的模式。因为一般模式连装太，有时候一场超过30分钟以上，太久了，玩太累了。其实还好，因为那时候听你们讲啊。还是龟龟，龟龟好像很不喜欢修罗场。没人跟你玩而已。怎么会？啊，你不是说你在大三元？哦，后面的桌布，我等下去巴哈上面找图片。调整造型是不是？啊，有人了。那个再帮我按一下，感谢。有考虑打日麻大赛吗？什么日麻大赛？帮我闪一下，让他知道。你这次会吧？菜渣那个，菜渣那个，他有救吗？我觉得我会在阿尔宙斯的世界呢。王哥，哦，结婚是这个哦。你们钱很多哎、欸，哇，你们好扯哦！下旬自摸，可以下家自摸吗？你给我那张图，我改成下家自摸，哈哈，哇，好扯好扯！他没揪你，我要扁他，没关系，不要提醒他。不行啦，我还是觉得我打实体麻将我会很紧张。你问我的观众啊，我光是玩那种比赛类或是那种我那时候玩麦块，我画面抖都不行。我们很久没打。嗯，这次没抽多少，逼不了魂，混一点钱哦，整一点哦。那你可以当主播啊，我不行哎、欸，我看到会打哈欠想睡觉哎、欸。
走，干干干干干干！我刚才想说要绿吗？要绿吗？啊，心情不好，花钱买兔兔不香吗？我心情不好，你怎么了？莫非？不是啦，很近了，但你等等私讯跟我说。台上不方便说，赖我啊。我DC私讯我啊，好赖你啊！人和对不对？三岸客没了，都撕下来吼，没有啊？啊，他人家说，哎，人家给钱了。那又说台面上不好意思说，那表示他给我钱这件事情是很大的，懂吗？他想跟我表达的东西。哎呦，两张九万还是三张九万？没事，打嘴炮，没事，打，杠。啊，这画风好像个什么小埋吗？也不是。什么？哦，原来在他身上。怎么不丢四条三岸客欸？教主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应该啦，应该是吃了啦，应该啦。天降一，也不是啊，就是这种 Q 版的感觉，还是 Love Life。哎呦，然后其实刚刚是打开昨天我们最近在玩那款 TD， 想说继续那个刷头像，后来真的感觉就是你队伍有谁就会刷到那个头像，因为昨天哈基也是有那个鬼面嘛。而且，如果你真的想要，你真的想要那个谁，雪女的掉那个头像，你不能让它进化、欸，你不能升级它、欸，理解。不愧是寒夏学生还真多，
我学生，你们说再一次九连吗？我刚刚是想要按呐、啊，好像四十几张还有机会。我是听牌了。啊、哦，好小哦！我好对不起哦，好小哦，这么好的牌。再丢掉，再丢掉哦！不行啊，没办法啦！你看，一条一条都丢出去了，啊！那、啊、你胡牌了吗？不是胡牌了吗？你在类似汤姆熊的地方上班？哦，是哦。大丈夫です。何を捨てたかは分かっていますので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无情，太无情啦！哇！四万八，你单你十三面哦、喔？四万八十三面吗？哦，你庄家哦，阿贝，阿贝你怎么不在啊？阿贝，不然可以丢给你。阿贝。要看到一堆幺九牌，第一件事情喊阿伯。阿伯，啊，犹豫就会败北丢。其实我刚刚。不是丢了发财又来了发财吗？我真是狂敲桌子哎、欸！我敲了三下。我想打什么牌啊？什么什么牌？什么什么牌？走喽！他在别台被通缉，东一国师飞走台珠，你是不是？我因为我前阵子有看到你们在兔窝贴了一张图，就是坐下去是不是马上听国师无双的那个？是那一次吗？我有看到那张照片，是你们提的那个吗？请问我手痛吗？不会啊，不是啊，请问你要赖我了吗？我刚刚合完牌之后一直在看讯息。就是看不到你打什么，你手机卡住了哦。
都怪我啊。欸，不是呢，怎么有点惨呢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昨天六六给的精华，可以标记我，再把精华贴出来标记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像听不到牌了，哎。リーチ、ツノ。わあ。ラン。ハッタ、ラブさん。ツノ、ピンフ。リーチ、ドラさん。阿贝，哦，在交额台哦，刷牙流血，刷牙流血。倍速国四五双，我看一下、喔，几分几秒啊？一开局吗？请问几分几秒啊？固定宣安安啊，音乐台的吗？啊不，杰克哎，音乐台的。46秒，看一下。有。你等下会不会就大三元跟国师给我看？12 seconds later. 没事啊，没事，能飞人的都是好观众啊。因为那时候看到娇儿的那个台的时候，也是在想说，哇，这个皮应该是香香的妹子吧？点进去看，啊、靠，原来是带把的、啊。一二三，淡水温度怎样？33度，参考一下。没有，我家啦，我家30几度，可是室外温度不知道为什么是写24度。哎呦，7对子哦。哈？33度啊，真的啦！要我拍照发在我们群组里面吗？
梦什么的就别做了啦，这张应该是在别人手上了啦。啊，我们就算了啦。哎、欸，我把温度计拿起来，它怎么瞬间降温了？降了一度哎、欸！我想说，温度计拿起来要拍照的时候，突然那个指针突然往下降了一下。你的房间是不是特别闷？是啊，就是没有通风。就是没有通风。铁皮屋，理解。其实你是夜王吧，旁边是阎王，你就火灵。还是现在改叫阎王。感谢布丁轩的会员，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。你看，完全没看到九条。有条去哪了？感觉在他手上了。有条，让我看看。就故意打出来让看不到。没有，都没有。在宝牌堆里。我乱叫。结果台上是三张，对啊，还缺一张啊。哦，原来这只也会动哦。可以放大吗？不能放大，不能放大，不能放大。小鱼要按哦。一边抢吧，一边成交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嗯，缺一缺一缺一，快快快快快，这样子吗？”好难集，没事啦。现在会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没有，你要想一下，聊天室有几个人？二三八，好啦，38人不会打麻将，好不好？然后200人会打。不是星二可以抢吗？可以啊，你要能抢进来啊。绿界那边会显示吗？有人绿界了吗？现在绿界，哎、欸，我晚点要问小鱼，又来水里了。我的绿界已经好像秀都几天了、欸，哎，是不是都要重用了、啊？嗯，账户明细，等一下。有吗？刚刚有人给吗？看一下。没有啊。
如果绿界那边有提示的话，我感觉在那边抖也不错。没有，其实真的要抖是抖绿界啦，抖超级留言的话，那个会扣30%，又要13张白板了吗？我感觉他没有断，你断了吗？对啊，这个打牌的速度不像是断掉的。那这次13张红中哦。红一色，哦，我刚想说这是信，不可能啊，信不是会动吗？怎么没有动起来？还会动耶，对不起。雕刻大师。13张白板了哦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回来了吗？我 只剩下7秒钟可以等你了。气气气！哦，原来他是对着一只猫在比这个姿势哦。哦，那家够注意，可爱呢。啊！你的白板变成红中，你骗我！三、四、嗯。欸，不同使命对象，你只要拥有就可以了啊。对啊，这三个是结婚嘛，然后这个是圣诞的啊，这个就是新年的。理解。是吗？完了，我只有荔枝而已吧，荔枝1000。哦，没有诶，多一番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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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啊，你那边我再帮你直接拉低吸群就好。如果你有要来的话，对啊，你可以如果真的要玩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多打日麻的。哎，这边每天讯息量，日麻频道的讯息量都很大，都嘛在贴一些梦想的牌面。动不动分数都是24000啊、32000啊、48000、96000的，我吼好。既然你妥的话，我看看啊。搜寻定。Run, それちょうだい。阿静，哦，邀请是不是？力气，智能。俊，多拉，多拉。所以是九连宝灯吗？什么九连宝灯？
我看起来很缺送好友食材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那个活动又真要加好友了。可是我最近亲了一堆好友，都是已经几个月没上线的。你把你好友的代码贴上来啊，你贴上来他们会加你。你们去订阅那个啊，那个他的另外一个人格。有时候观台都会看到他在开日嘛。你赖我了，看一下。欸、等一下，我赖坏掉了啦！他又没有跳讯息出来。等一下哦、喔，赖派奇啊！看，那你要从一周一次多改成，一周五次。对啊，就是哇靠，你怎么白板一次比一次猛啊？定存新档，你们还要看吗？他的白板全新进化，不信，浏览，本机，下载，那个白板少女全新进化。他的背景改成黑夜模式有没有？是怕那个太那个白背景太亮，改成黑背景模式，很猛欸。这什么东西？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どうしよう。オオカミさん、羊が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。リーチ。どうしよう。ズモ、全部ちょうだい。哎，你太扯了吧！刚看你都是白色的，怎么自摸了？哎、欸，好扯，好扯！他在骗人，他故意给我看他的牌，然后通通都是白的，让我大意有没有？你看看这个牌，我跟他隔壁的牌完全不一样，是因为二条。哎、欸，你知道的画面有两个剪诶、欸，两个表情符号诶、欸。两个剪空白剪。你说李宝牌也是刻上去的。你是武藤游戏吗？硬卡大师啊，硬牌大师。
我们要提防他有没有断线，他断线很恐怕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这张，啊，要丢一张哎。啊，赌错了啊，赌错了啊。赌错了，二分之一耶，二分之一耶。啊！你又跑去硬牌了，对不对？你给我快点打牌哦！你是赌神吗？哎呀，赌圣，那边搓牌搓半天，你要搓出一张红心 A， 你要先重连吗？你等一下打完这一轮，我等你好了，打死你！他跑去偷硬卡，跑去偷硬牌。不用哦，没有，来不及了，我也没时间，没用的，你已经磕好了是不是？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米娅还在吗？米娅回来开 YT 有比较好一点吗？每次下播。都错过。蛇文雄打开了泰拉瑞亚，阿杯，我在开台，阿杯，你是因为今天莎莎在玩泰拉瑞亚才跑去玩的？我今天有看到莎莎在玩泰拉瑞亚。哇！你如果再打出第五张白板，我会告你哦。来吧，第五张白板，我相信你有，丢出来吧。你可以磕二条啦，二条这种比较好磕。二条啊，三条啊，四条啊。哇，他竟然磕了一张圆饼啊！看他们玩真的好开心哦。对啊。啊，不行了，已经错过两张了。你这样一大早就看到你在开泰拉瑞亚，叫我在等什么？等一个人的咖啡。看一下这个好了，抗奶，抗奶，会动的捏捏。碰。哎，我不客气了哦。你砸了400，我去抽金苹果没中还输，没中轮回，你还在做梦哦？金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等什么断幺九啊？对啊，你看不出来在做断幺九吗？轮回机会不是零点哇！我真的好后悔，我把轮回卖掉、哦，好后悔哦！
脑点。春本一ボラ。漫画。我当时收是3000啊，脱手的时候好像是8000吧。如今现在已经，现在轮回的价值已经一张显卡了哎、欸。它真的不是轮回杯石、欸，它是显卡、欸，样子就是显卡的样子啊。你娘嘞，打错了！你娘嘞，打错了啦！还是比特币？你哪里打错了啦？所以我才去做梦啊，看梦成了。哎、欸，你的梦要钱呢、欸，这边的梦不用钱呢、欸，只会有羞辱感而已。关心一下台主吃饱了吗？有吃饱，不用担心。二斤的钱，我有算好，我没有让自己饿死。喝水哦、喔，有啊，我刚每次胡牌都喝一口水。你刚刚就插一张斯兰克，没事。刚刚大家都有雪亮的眼睛。不是啊，要不是当时我电脑真的是大概4秒钟卡一次，不然我也不会退坑呢。也还好那时候退坑了啦，不然。钱花不是花不完啊，钱不够花、啊，好吧？是钱不够，不然钱会花更多。那时候玩风之谷，真的吸毒都比风之谷便宜耶。我是没吸过毒啦，对啊。可是你要有良好的游玩体验，是真的还是要花钱？你没有花钱玩的，真的很痛苦。那时候，因为他们都说那时候是玩童那个回忆，可是我的童年回忆没有风之谷，但是就是去玩之后觉得哦，一开始玩的还不错，可是打到后面太硬打不动，然后说什么充装什么有的没东西就要开始花钱，然后你如果花不够多的话还有点痛苦，你要花真的很多很多才会打得很舒服。那再來主要是我玩游戏每次都是不喜欢把自己玩到很强，我通通都是拿去偷衣服跟发型还有脸色，我抽到快死掉了、欸，哎，我是以为血魂兔子有三只，有一只兔子必须出服，啊。他是小时是白虎，什么白虎？外观也是大坑。对啊，之前跟他们玩剑灵也是啊。哇，羊会动哎、欸！还、欸、有麻婆豆腐哎、欸！你发型才1000多，我发型都抽3000多哎、欸。哎，这张好香哦！这样去巴哈找，低调。还有橙，香喷喷。我有羊，没有兔子。天心，兔子在哪里？大家来找茬，兔子嘞？
发福，大家发福。你说这个羊羊妹妹不会很丑啊？你看这个 PP 的勾。好，斯巴达拜拜。我知道是鸡呀、啊，啊，不是鸡的音吗？大鸡发啊！欸，光遇好了没啊？卡半天呢、欸，刚两点大爆炸。谁网络又坏了？欸，这场结束我要出去领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每日是从哪小。等下进来的不算哦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哦。我想一下，等下进来的我当作什么都没看到哦。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哦，我都会当作没看到。哦，原来这是你的小号哦！你怎么可以抢进来之后断线呢？难道你也是去磕牌？莫非你也跑去磕牌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チー。卡。チー。这次灰夜姬跟杨妹妹是贴贴组哦。对啊。我看一下九连宝灯更新了没？有加一，一八，这次也是兔子啊，兔。麻子早，哦，麻子早安。要煮九连，对呀、啊，被养的。我等一下出去哦，等一下抢进来的，我真的不管你们哦。你睡烂呢，那很好啊。奇怪，为什么你都有办法睡烂？今天不是很热吗？我现在穿短袖哎、欸。哇，阿靖认识麻子哦。哈！我叫你爬，麻子，你看，麻子，你看，会动哎、欸，麻子，你看，我分灵体有一起玩过。啊！不开暖气，水很爽。这个天气你要开暖气哦。哦，对啊，昨天耳难，怎么会耳难在这里啦？哎、欸，女生喜欢女生，那会叫耳女吗？不对啊。对不对？
干嘛啦？你是要一桶是不是啊？还是四桶？你手上该不会是四桶吧？不是吧？我吓死我了！你今天不是要教我打？我今天很闲。好啊，我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八点以前都可以陪你。我八点以前都可以陪你哦。这是灰夜姬，对，灰夜姬，康某。女生喜欢女生不就百合吗？不是那问题啊，眼睛睁开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八点才睡。我想说你八点才要醒来的，我想说你八点醒来，那我叫个屁呀、啊！我八点不在了，我等你啊。还是我们约五点？啊，五点我可以教，可以陪你一对一哦。什么东西啦？哦，这是什么烂东西？好色哦，你也要被教学？哇，阿靖大大还需要我教哦？那麻子是完全不会耶，不然一对十，哇塞，你可以吗？请问麻子你可以吗？怎么办？打这张是不好啊，还有机会。灰夜姬跟米兰高光是？怎么灰夜姬一直都很高光，好不好？想这样，我都东西哦。你是说一个白色跟六个黑色吗？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啊？啊，再来做点梦好了。七，就想用这个鸡掰脸了。我发给你的那两张是去年和前年拍的，哼，我有看到啊。哎，哪有人拍什么在那边进摊的图啦？超好笑的。是不是很欠啊？哎、欸，不小心呢。四七二一二一七一哦，阿靖的好友有要加的可以加哦。你发信息了吗？我看一下哦。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啊，这个是意外。我想说，只要做个混
混一色加混全带腰而已。啊，赶我杀出去了，拜拜。这是好人吗？我们来看看。海普，火鼠这个吧。九连，老灯，哇，这样可以戳三个字。我们来看看火鼠最后干嘛？哦，真的哎，他是故意打给我的哎，哇，这不是啊，根本就不是这一场啊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不是这一场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看错场了。非常真的哎、欸！啊，火鼠你好棒哦！来看一下，来确认一下是不是未牌。未牌的话，来再加一场。中二局，真的是未牌吗？还是他是不要的吧？哈哈。他不要西风，好啦好啦好，谢谢你的小四喜。你说我寿命减九年吗？安安，谢谢小天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好，我把这一段剪进去好不好？14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14。有啊，一个修罗场两次一满，没有，之前真的是一个修罗场三次国士武松吧，很小、喔、这个是不是然后勒每日任务领取哦，还要一直下去哦、喔，累七哦，这是可以一直完成的吗？每日可以领取次数啊！哇，好有互助啊！然后嘞，收取哇！你给我这么多，我刚刚还跟你玩那么少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好愧疚。然后嘞，知道怎么玩？点喂食吗？哦哦，所以像我缺这个，靠腰，我缺这个就是要叫你们给我，是不是？好有户，所以我现在是怎么玩？是怎么玩？啊 ，HTD 啊，算了，他还没开、欸。你在玩了没啊？看一下哦、喔。然后嘞，怎么看好友缺什么？表示说啊，你也缺肉丸了，对不起，所以我有多的鸡腿，我可以丢给要鸡腿的人，这样子吗？哦，哎，不是啊，樱桃，你先存着吧，这个雨林，这个等后面有多再给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懂了，就是要一直玩哦，好吧。来吧，赚钱时间，我越多奖励越好。五，我的啦，四五六一四。阿飞进来了哎、欸！阿干，你不是在玩泰拉瑞呀、啊？不是在看风之谷？
感觉你要互加好友了，你赶快在那个啦，你在 DC 群打字啊，不对 ，DC 群，最多八人，按表情加加，好诶、欸，表情，等一下哦，今晚在揪那个，那个叫啥，在揪 TD。碰碰胡，哎，梦想家，我尽量给了哦。一二，哎，不是呢，金牌了呢，开光嘴没有中，嗯。那个阿贝，你手上有东风吗？有的话，你赶快，你还有机会哦。你如果没东风的话，你看要不要早点醒来？你有开古意啊？没有哪来二杯口阿片，你是看错了、啊、四五六呢，想看绿色，我不想，哎、欸、我不是很想，痛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ポンなのです。ポンなのです。ポン。ポンなのです。ポン。怎么办？我真的立不了了啦。抱歉，绿不了了。你看，一二三四，顶没了嘛？发财包在谁手上？这兔女郎想吧？跟你讲，泡芙也有买哦，这是泡芙。雀魂是一款养老婆游戏。对吧？手机有恋与制作人，所以醒了没啦？赶快醒来啦！赶快转的，可以转的吗？你看，他把绿绿的也碰走了。どんなのです。进。看。最後の10枚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。ロンニャ。笑屁哟、喔！按错了啊，要按这个。叫你爬，叫你爬。你还敢笑我啊？
といちんいつ。はねまん。笑我啊！等一下哦。哎，我真的对你很好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他以前就有动画吗？动画吗？你是说哦，这个动画是那个今年决定要出的那个雀魂的动画，还是你是说这个动耶、yeah, 你三张了白痴哦、喔、你不要做了啦，你不要做了，看你受伤我也难过，我是认真的，你不要做了好不好，你答应我这一局不要做国士无双了你受伤了吗？你想推我坑，但是我没打过麻将，欸，奥福那时候也不会打麻将啊，他那时候也只是有兴趣，然后我就去教他怎么玩，然后他就自己开始在玩，结果现在就是变得很会玩啊。你不知道怎么玩，你叫泡芙教你啊，如果他教得动的话可以吧泡芙。嗯，不是哦，不会玩就学啊。哇靠，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很猛耶，虽然全都是节目效果，还不是当时那一句话来做个国士无双压压惊，不然也不会落得如此的啊田地，如此可怜的田地啊。阿伯小伯伯六七，看繁星玩嘛，这样玩着玩就会了。我是看繁星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是看他们玩我才开始会玩的啊。不是啊，最主要是因为他们那一群，兔窝那一群就每天都在玩啊。啊，那时候也是真的是半懂半懂在玩啊，所以那时候在看蔡搭的那个日麻大赛的时候，看聊天室。啊？怎么？为什么？有一半的声音哎，为什么要碰？然后就不然打六六六六六，然后打问号问号问号，就打啊？为什么？这些人是真的会玩，还是这些人都不会玩，乱当台马玩？那个是碰不碰白不碰。我龙娘是林娘，你在笑我？你等一下就报应跟你讲。哎、欸，五五五，哎，给我爬！你给我爬！你给我爬！叫你爬，对吧？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跟阿飞玩，就是因为节目效果很多。三色同克，你给我爬，在笑我啊？哇，你国士无双例子哦，想骗我？哎、欸，你最后的零压，你想一下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想一下？你吓人哦！哇！太阳三色同行ドラさん
ドラ。ハネマン。被你摸到了哎、欸！哇，阿飞你好猛哦、喔！我看，我看繁星这边有什么给你啊？嗯，你看哦、喔，又有三张了吗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小贝贝有了吗？只是不会合，梦是不会成的，是不会合。哇！阿杯经典语录。这次比较多啦，好、哦，希望你做得到。我跟你讲，我就算没合牌，我也不会让你合牌的。矛盾大对决，梦是什么？梦是干嘛的啊？用来打碎的。你刚刚笑我，我也不会让你有好日子做的啊。梦就是用来打碎，怎样？又爬，叫你爬几次了？从开台到现在，不是啊，从这一场开始叫你爬。比较多，多四张。哎呦，我这个有招待券啊！啊，阿贝，阿贝怎么会这样子？就算不合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李姐呀！哦。你该醒了吧？对耶，他自摸你就完了哎，我就羞辱不到你了哎，我是要帮你挡一下，不是羞辱啦，我就不能，我就不看你难过了啊，反正你现在也很难过了。欸、哭啊！好啦，我帮你挡。哎、欸，拜托，能不能好自摸的？没有啊，你不是就喜欢嘴硬吗？你的嘴巴就是这么皮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哎，等一下会不会东四都撑不到啊？阿贝，这一局。赔1500哎、欸，你撑住哦，你要撑住哦。我希望下一回合还能看到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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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兔兔！哇哇哇哇！笑死哦！小贝贝，你的效果怎么那么多？啊，四点了，靠哭啊！
聊天室有人有光遇吗？可以带我去吃个馒头吗？对，四点了，我光遇活动开始了，有人有在馒头点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又炸服了哦，也不给人玩啦。哎、欸，利恩，你进得去吗？你光遇进得去吗？我进不去哎、欸。哦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。我知道利恩啊，可是我怕他在打吗？还是干嘛？这个巴哈应该有照片吧，图片吧？你进了，我一直卡在他的背影哎、欸。然后就出现什么网路中断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进了进了进了。个头啊！网路中断。我开满是两小时了没啊？还没。服务器中断连线。怎么办？阿贝不在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玩这款游戏了。哎，小贝贝，你怎么不在？同事，哦，我断了。哦，对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以为量小了，我也以为量小了，无猜。望向天空，我还在天上飞。小鱼怎么办？阿飞吸毒了，他因为喝不到国士无双，跑去吸毒了。嗯，很小。你看，他因为吸毒学坏会骂脏话了。不服雷安安，他可以的什么？他会飞吗？他可以飞的。有啦，他刚飞了啊。哦，你的飞是这个意思哦。哦，你还在天上飞啊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我以为你还在做梦哎、欸。可爱哦！我们竟然今天阿飞吸毒了，他说他还在飞啊，他看到幻觉了。他什么大风大浪，大飞大浪，哦，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有啊。应该吧。欸，光遇这样怎么玩啊？每次整点要吃那个就断。不给个补偿。欸，不对，我应该这要留下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三色同顺再加，啊，算了，算了，这是你逼我的，阿伯。阿伯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因为晚上还要开台，我等他休息，顺便教麻子打麻。因为他那边，我相信那边观众也很多是会打日麻了。
那时候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打日麻，可是日麻就是他们会变成说麻子一个人配三个人，也就是排的时间也是跟我们差不多，就是一局大概抓在20分钟左右嘛，对吧，就比较没那么多人可以同时同乐，但至少可以增加麻子的那个脑细胞活跃度。麻子打麻今天很放松，对啊，因为就有个麻，对不对，麻会想到什么，麻子嘛，对不对，然后日麻是什么意思，在大陆的日是什么意思。他告我了日麻。康他应该现在没在看台吧，他有时候会挂着去刷牙洗脸或是滑个手机什么的。啊、你刚刚不来，你刚刚不来，把你打掉。想到日本麻子，还是要德国麻子，荨麻疹。我等一下来敲他一下，他说他还没跟我约时间呢，八七，等一下，哦，给你们看，因为最近都在跟麻子在看蜡笔小新嘛，然后就都喜欢，就是我那时候的话题都是那个小新里面的，然后我就说。我很喜欢小爱的那个的什么怎么说，我很喜欢小爱的那个角色塑那个塑形外观那些，然后我就每次都说麻子你看小爱欸，那他又受不了了，他觉得我没救了，可是小爱一出来这集有小爱欸，我就这样子讲。我的图存在哪里了？定存。我以为结束了瑞。定存图片。是地震啊，还是我画面摇得很晃？没了。想要四岸扣的。你先去馒头区，好，我尽量等，真的进去我就飞过去。碰这个也可以啊，刚刚怎么没有碰？重新连线。哎、欸，我真的登不进去耶、欸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氪金大佬？也没有老狼，曾经氪过金的人。
我是不是今天跟七都很不合啊？七七七。你这边有四个小黑了，我想要进去哦，让我进去，不要叫我卸载哦，不爽哦，重新连线。重新连线啊！连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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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不到，听不到我的执着，扑通扑通一直在跳。喂，光宇有听到声音吗？这边是氪金氪不少的人，我有买你们的这次的衣服哦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不是啦，我现在心思都在光遇上。哎呦，不要逼我半夜不睡觉跑图哦。没关系啊，馒头反正一天吃两次嘛，啊，无所谓无所谓，不去了不去了啊，我们不去了。啊，我刚刚在用的那个啦，那个图，等一下、喔，属性浏览，哎、欸，存不到图哎、欸，咋回事啊？找不到图片，取消。开启连结，是另存图片。对啊，怎么没有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然后。图片属性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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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启完成，这个人妻我也很喜欢。因为这一集是说小新他喜欢这个大姐姐，然后但是这大姐姐是已经结婚有老公的。然后后来他就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他就说没关系，人妻我也很喜欢。对对对对对，小新把自己当灰姑娘。阿飞快看，我没有做梦到，哎、欸、可恶。那怎么办？漫画リーチ、ツモ、ドラに。ドラに。
陌生人安安，陌生人你上得去吗？光遇登不上去。还是他有什么更新啊？我不陌生啊，对啊，边缘人啊，北七哦，我叫错名。你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行？都是的。他有更新什么吗？哦，看一下哦，是盖光遇。怎么会有放鞭炮的声音？嗯，都还没更新啊。他有说可以叫边缘人，我知道啊，因为他在光遇里面叫陌生人啊，边缘人。能祝你打真平安吗？啊，打真平安。打喷嚏，打喷嚏，打喷嚏！啊，不是吧？还是我？我要重开机？不是吧？他是叫我手机整个重开吗？欸，苹果怎么重开机啊？苹果手机，看一下哦。哦，我会了，会了，关机。现在软都很防烧，对啊，所以几乎要放满那个炉火啊，真的要好烧，要炉火放满，然后捡那些一点点剩的。啊。难呐、啊！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我曾经让一颗馒头滚进虚空。我跟你讲，我曾经看着馒头从炉火旁那个壁炉旁边滚到虚空，两颗哦。我以为我在看童话故事那个，日本的那个童话故事，就是饭团从斜坡上面滚下去，滚到一个洞里面。你是挂机挂到四点，我从。哇，那时候三点半有上过一次，然后那时候就在线上了，感谢哦。欸，不对，几点了？欸，最后一场咯，最后一场换一下。他竟然夏天没出这个造型啊，生气。第一个结婚的老婆。啊，听什么？来不及。
有没有抢到？没事啦，总有一天的，你要相信。就看看说是你先抢到，还是阿飞先国士到，矛盾大对决。来来各一张，或这一张啊，没中啊啊，怎么没中？啊，看来是没缘分抢这边的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搞不好可以在隔壁台的分灵体遇到我，然后跟我一起玩到。欸，不是啊，你们常跟我玩到的，应该隔壁台的应该也不会遇到我了。欸，我发现你们如果打 QQ 的话，左边这个北剑他的脸就会吃 QQ。 欸，是不是你们打 QQ？快点快点快点，你们打打看看看北剑的脸会不会是一颗 Q 哭哭的脸啊。没有，那你们打 Q 然后空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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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一点，再打个 Q 试试看，看看看看有没有中，我很想看耶。有没有选到啊？欸，好像 Q 要很多是不是啊？你们按一下全型 Q 看看。欸，那个底线好像有机会哦。北剑被拿来玩，好可怜哦。显示那个他可恶可恶可恶！哎呦呦呦呦呦！那谁舒服嘞？舒服嘞，中了51581518，好，我记下来了。舒服嘞的长度刚刚好，你们可以复制然后贴上。没有啊，15818是一小时58分58秒。好了好了，那个不要再洗了 ，QQ QQ 就到这边了啊。好了 ，QQ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哈哈，觉得好笑了。顶上开花。所以到底在干嘛？没有啦，在玩右边那个头像。あ、ツモです。对，够了。我是觉得想抢房的话还很久，没事啦。我也是看到有人说，从我开始打麻将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抢过房。啊，我不知道他讲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是觉得哇，好可怜。像我说的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麦块啊，但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玩日麻，只是你会不会玩？不会就学啊，就慢慢学啊。你可以开我当啊，哦，好啊，那等一下我结束后你开我的吧。哇！リーチ、ツモ、イーペーコ、ドラヨン。有赖用。ハネマン。哦，中礼宝牌这么少，哦，可恶。中到李四欸，他不是李三欸，拜托自摸。嗯，玩什么？没有啦，我是说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麦块嘛，
然后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 Minecraft 这个游戏啊，因为毕竟 Minecraft 要钱啊。你的中个李三呢？我要出去改成繁体哦。是哪边改啊？这个啦。要这样子。好了，弄个李三，这个意思就是中三张李宝牌啦。想说那时候就我一个人画面是中个李三，怎么一大堆人都说什么拜托了自摸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自嗨。都追，都追。看一下哦，好像只有他不一样，全部吗？嗯，二三，哇，这怎么打？我不知道欸。就那张样子而已，全部的所有角色的牌吗？不会三人，其实三人很简单欸，三人超简单的欸，他只是不能吃而已，只能碰。也不是说超简单啊，是啊，我觉得三人。三人是更容易做大牌的一个地方，玩过的感觉啦，我也不好意思，不敢保证说我一定会中，但我玩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。那时候玩过一次三人，然后就是还蛮容易做大牌的，然后也很容易被人家也很容易做大牌，你要这样想，容易做大牌，那人家也很容易做大牌，所以也很容易连庄。对啊，很多人梦想都是在三人麻将里面呢、啊。我靠三人麻，对啊，爸他每次都做梦贴给我看，我的天！支持三人运动。谁能在三人九连？有啊，欸，我看很多精华都是在三人麻将的时候九连宝灯欸。谁能在四麻的时候九连宝灯？这个吧，这才难吧。个人觉得啦。你差一点比赛场，什么比赛场？哇，听好多哦！三麻可以九连，可以呀、啊？为什么不行？
人太多受不了，撑住啊！现在才几点？撑住啊！不几点？我想现在才多久？万子就是只剩19000啊，其他都是筒子跟条子啊。拿到2到8万啊！你们麻将还有2万到8万吗？你也太扯！哇，这个娇羞的脸。よし。三马目前玩了900多场，你好扯，难怪你每次都轻易在那边做梦。没有啦，哈。哦，对，然后三人麻的那个北风这个东西是可以拔掉放在桌上，它就是一保牌的意思哦。它很棒哦，拔北是个很棒的东西哦。丢出去，他还说，嘿，上一局在拼9连哦，哇，真的假的？难怪你刚刚牌听那么多。对啊，所以我那一次就不小心把那个北风打三码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北风丢出去，我整个懵了哎、欸！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很懵哎、欸。啊、那时候跟闪闪跟小光打吧，那时候我还不是很会玩的时候，还是一个懵懂的一只小兔子的时候。欸，三麻国士也很难，很好国欸。我有一次国士就真的很容易在三麻里面活到的。可以丢是不是？为什么会是有人在放鞭炮啊？故意留北风拔北河，有啊，我就是那个人啊，我就是那个人啊。欸，不是，打错了，碰错了啦。啊、哦、啊，没要碰的啦。完蛋！完蛋！剩4张哎，算了。天牌です。哎呦！哎，我留南风合情合理吧。
嗯，想个下啊、哦。哎呦，你可以早点啊！也是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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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抱怨。我是玩日服，还在维护中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说好的国呢？我没有说到国啊。我把国这个字拔掉了，可恶！用的时机，我要改什么啊？我打国你吗？国你妹！是主播那么派的吗？哦，在打什么啊？天哪！下课了，开心，恭喜恭喜！哦，改成绿啊！哎、欸，好，好了，我再看看呢，看看改绿有没有会改运啊？绿了改了会不会改运？然后再。设一个贴图叫绿你妹，还是要改存啊，字啊，存啊，单啊，你妹啊九种还是九连，欸、好棒哦、喔！阿爸，我把国改成段好了啦，段。给你啦，改成杠。不要醒不用，还是我把那个五十蓝的拿来用，断杠，改一下，色有很多不可以色色啊，我很喜欢色色呢。我要可以射射，啊，闷。核按下去了。他也念过骰哦。你说骰子哦，还有分骰子跟骰子哎，那个六面骰，改字摸好了，那不然加个阿杯就好啦，阿杯，会员看要多一点了哦，对啊，现在会员数不够。现在那时候看好像说差了几个，差二十几个是不是？哦，可以看了，来看会员数啊，工作管理员，工作管理员啊，工作室设定，频道功能使用，音乐权限。在哪里啊？频道功能音阶，好啦，就到这边咯，那晚上我们 TD
可以来看看啊，没有观众场，好像 TD 到十点而已啦，十点后跳吗？对，那个今晚的 TD 是到十点，因为他们十点半要开会，不要录影。进阶设定盈利一般，欸，在哪里呀？怎么突然又找不到了？没了啦，两小时已经，而且到五点了，欸，哪一个盈利吗？哦，频道会员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啊，频道会员，会员徽章和表情符号，看一下哦。表情符号现在，欸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有达到耶，又多一个了耶。他说我可以再多一个耶。哦，没有没有，看到了看到了。还差七个会员，可是现在还是可以用，还是可以用一个啦，我晚点再弄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看看有谁哦，看看有谁哦。杰克在开什么？杰克在抽轮回欸。25分钟前，看一下他抽到了没。刚抽完了欸，欸，还没还没，他还没抽完，我们去看他，去看他丢水沟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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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DN 开服 ，DC 标你，欸，然后我们去看杰克丢水沟啊，各位晚安喽，拜拜。